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个也是一样哈，这个江户小子、小崎青衣他们做的这个红宝石，他们叫做金翅啊，他们叫做金翅的这样的一个孝子碑哈，就是它的这个红呢，鲜艳，但是又不浮夸啊。想要挑出这样的颜色呢，是他们可能是他们特别的这种颜料哈、啊，去使用出来的。一般的话，想要造成它这样的一种效果呢，你把啊，在这个尤其在灯光之下的话哈、啊，你把它转一下啊，鲜艳，但是又不会浮夸沉稳啊。这个大概只有就是名牌的这个孝子能做出来。